好了，我这个舌尖美食家围裙妈妈创造发明的红豆牛奶冰做好了。哦，哎呀，该去买菜了。啊，热死了，热死了。啊，还热死了，热死了。啊。耶！夏日炎炎不用愁。哈，红豆牛奶冰最可口。哈！冰冰的好凉快。啊！好吃啊！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吃了一只还想吃第二只。每天一人只许吃一只。好想再吃一只啊。我偷偷的吃一只，爸爸不会发现的。啊，热，热，真热呀！我想多吃一只，不会被发现吧？怎么办？还吃？怕什么？我是小孩，多吃一只是正当的。怕什么？我是爸爸，我多吃一只理所当然。偷吃了一不得二不休，干脆把冰棍都吃光吧！吃光吃光！啊！你偷吃冰棍，是你大头儿子怎么办的你？冰棍却没了怎么办？有了，趁妈妈没回来之前，咱们自己做冰棍。牛奶、可乐、雪碧、橙汁、桃汁，还有啤酒。我要做新口味的大头秘制冰棍。我看你有点像格格巫啊。爸爸，你就瞧我的吧。实验失败了，不过味道还不错。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玩？我的秘制冰棍。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我们要赶紧调配出蒙混混混的冰棍。可是这些饮料都洒光了。哎，